检到一半，白色轿车突然爆冲，朝安全岛猛冲，一名员警在车窗口硬生生被拖行，撞上安全岛骨折。远警随即连开四枪制止，呼叫支援，眼见对方插翅难飞，随即上前压制。小心啊，辣椒粉啊！只见车内王姓嫌犯不断挣扎，当场将他拖出车外，压制在地。你在哪里干的？扫门！27号晚上10点半，新竹新丰一名王姓男子闯红灯被拦，他先假意配合，却因为员警查看车内，心虚加速逃跑。黄姓员警被拖行10公尺，右大腿被压伤骨折。一旁白姓员警随即开枪拦车，并将嫌犯拖下车压制。从嫌犯车内查获安非他命4小包。持毒心虚暴冲还拖行远警，嫌犯已不错步步错，除涉毒品罪，还涉及伤害、妨害公务等罪，狼狈遭移送法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我是戴立刚，也是气象专家，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，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。当然，更重要的天气内容呢，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。更多的新闻讯息内容，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